Before I get here, see, I did not have a job. Now I get a job, and it's now 5 years working for this company. See, so I don't see any complaints. I actually like this company. Yes. Five years ago, Leslie 做开嘅冷气机工厂拖欠薪金。 喺佢彷徨无助嘅时候，嚟自中国嘅海信喺南非西开普省阿特兰蒂斯嘅新厂房请人。 It's very difficult to get new jobs in South Africa because there are limited opportunities. So if you get that job, you need to make sure you say you hold on to it. Leslie 以前份工每个礼拜嘅工资系550港纸，南非失业率一直高企，最新嘅数字更加高达26.7%，人浮于事。所以 Leslie 好珍惜而家份工。 由普通仓库工人做到领班，月入9000兰特，即系大概4500港纸，每星期工作40个钟，超时工作补税1.5倍。如果星期日或者假期加班，人工就相计。 The biggest challenge that we have as a country, unemployment, is a massive challenge. We need investors to come and employ the people of our country. We are lacking in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in South Africa, and therefore people with the relevant skills to set up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are what is needed in South Africa. 大家在工厂里看到那些当地员工都是终身雇佣制。海信这个薪水的话，目前在亚特兰蒂斯当地的话是比较有竞争力的，不能说是最高，也就是得说是这个 first rank。 非洲有53个国家，当中53国元首今年9月齐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首次以南非总统身份访华嘅拉马福萨亦系座上客。中国永远是非洲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我们要抓住中非发展战略对接的机遇，用好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重大机遇。 习近平表示，要打造更紧密嘅中非命运共同体，并向非洲再提供600亿美元推动八大行动，范畴包括经贸合作、交通基建、健康卫生、和平安全等，亦坚持中非合作要做到500。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 强加于人，不再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再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中国希望各国都能在处理非洲事务时做到这五步。海信喺1996年进入南非市场，见证并受惠于中南关系。 1998年，中南建交，两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06年，成立中非发展基金；2010年，南非成为金砖5国成员；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访问南非。海信同中非发展基金共同投资3300万美元嘅阿特兰蒂斯加电工业园同年投入运作。 工业园位于阿特兰蒂斯，经济特区，地价同税务都有优惠。厂房占地100000平方公里，设有2条生产线，每年生产250000个雪柜、40万部电视。这两种家电嘅销售量目前系南非第一。当时的话，主要家电巨头他们主要是厮杀于欧美市场，但是对于非洲市场的话。 包括各大巨头，包括三星啊、DeFi啊、西门子啊，他们重视程度不够。像这种情况下，海信的话，它是可能是独具慧眼，看中这个非洲市场，以南非为立足点，辐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各个国家，作为打开非洲市场一个突破口。That relationship was a political relationship initially, but has become a very strong commercial relationship. So
There are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similar types of investments. Over the last 30 years, China has transformed itself, and the transformation that it has made is something that it is rolling out into other areas as well. For South Africa, it has meant very little, but I think we can benefit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南非和其他非洲国家一样，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今年九月更加宣布简化签证的政策，对中国公民签发十年商务签证，消除壁垒，刺激经济。中国不会强迫他去做事情，需要他的政府自己更多的去发掘这种潜力，怎么样去利用一带一路，怎么样利用中国的发展。我们更不能够把这些我们走过的弯路让非洲国家再走一遍，相反我们给他带来的是我们的经验。Franklin 操作紧的机器专门生产雪柜的内胆，是整条生产线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24小时都要有人监察。经过培训之后， Franklin 已经掌握相关的技术，有一技之长。I learned to operate this machine. Lots of things for my life here by Hisense. For example, I have a house now and I got a car now. That's how it changes a lot. I love my job what I'm doing. 目前海信这南非工厂的话是500多个员工总数，96%都当地人。中方人员的话只是作为一些技术指导、一些工程师存在。更多的工作职责我们是放手让当地人去做，每一名中方工程师我们都后面给他配着当地的这个类似于这个学徒和班徒之类的，把国内的这个先进技术传输给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操作人员。中国对南非的投资累计超过250亿美元，带来技术、资金、就业机会、税收。今年七月，中国再承诺147亿美元的投资，一带一路令两国甚至中非关系更上一层楼。China and Africa has now entered the golden age.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有钱的时候呢，我们发达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别人，啊，要帮助别人。一带一路产品、公共产品好不好，啊，当地老百姓得说了算，他们就业率解决了没有？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没有？是吧？他们的这个能够买到的东西丰富了没有？我觉得老百姓最有说话权。